谁给鬼？你手上抓着才对啊！你害怕就要手更要抓紧一点了。你要走出来才行啊，像笼子一样。这头，你看他这头就过不去了，不可以过去，这样危险，不可以塞到洞里面，到时候。阿姨要急啊，你把它推进去啊！有个小朋友他把头伸出来，就卡在那边不能动，他就死翘翘。从这边走啊，你刚才这样走啊，走出去溜出来就可以了，在那边站着干什么？你要穿裤子来表示。用你的背来滑吧，难怪你要躺着。